见让我心中的力量，陪伴我度过每一次的风浪，与你同行是我最大的奖赏，让我们来跳舞来歌唱。我愿为你拥有
倒下，所有事与罪都被抹去，因我主他已复活。一起来唱，他夜夜伸出世上的被寻回，捆绑的释放，锁链已经断开。有人你相信的就大声来宣告，全世界救赎我们的主，是使我们得救的主，使我们得着自由的主。今天让我们用这首新歌来赞美神的名。在黑暗之中我见你，照亮我的生命，绝望之中你是见我，你的手拥抱我。让我们一起来唱，在黑暗之中我遇见你，这照亮我的生命，在绝望之中你瞬间我，你的手拥抱我。唱我软弱，我软弱，我恐惧，全交在你手里，你抹去我羞愧，更新我的我软弱，我恐惧。
使我们都有更新的神，使我们有自由的神，所以让我们声音来赞美神，敬拜神。拥抱我，释放我。
来祷告，再一次把我们心转向神。这首歌唱到是主，你是我们的依靠，唯有你能够使我们的心满足。什么是依靠？就是你现在所在追求的是什么？你在追求人的奖赏吗？你在追求你的课业进步吗？你在追求要有好的人际关系吗？我不是说这些不重要，但如果没有神的爱，这一切都是枉然的。如果没有神的爱，这一切都会被更改，这些都会改变。唯有神的爱是我们永远的满足， Amen。 唯有神的爱是我们永远的依靠， Amen。 所以让我们同声抬头，为着我们的心来祷告，让我们对焦于神，让我们转向神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依靠的，我们的满足来自于他的爱。一二三，这主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祷告，再一次为着我们的心祷告，再一次为着我们自己祷告，不是追求外在，不是追求从人的眼光来肯定自己，不是追求课业来肯定自己，不是追求那业绩来肯定自己。上帝，我们知道唯有你的爱能够叫我们心得到完全的满足。这个满足是谁也偷不去的，这个满足是谁也夺不走的。上帝，再一次帮助我们定睛于你，定睛于你的爱，定睛在天父的爱当中。我向你献上感谢，坚定的跟你左右两边说，神的爱使我心满足，神的爱使我心满足，神的爱使我心满足。大家可以慢慢回座位上咯。你今天想要饶恕的是哪一个人？你今天想要饶恕的是什么事情？我们就一起来唱这首诗歌。无论我往哪里去，与我同行。
救赎主，是我心的满足。你双手拥抱我，释放我，你的爱是我依靠，天父我敬拜你。阿们，你是我天父，你是我天父，救赎主，是我心的满足。你双手拥抱我，释放我，心的爱是我依靠，天父我敬拜你。天父我敬拜你。我们一起闭上眼睛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当你闭上眼睛的时候，你却想到那一个你没有办法饶恕的事情，没有办法饶恕的人，然后你跟着神说，神我今天感谢你让我在这个状况里面，神我今天感谢你让我的生命经历这些，神我要祝福，我要用祝福去代替所有我曾经有的苦毒跟咒诅，然后你跟神说，神我今天选择要来饶恕这个伤害我的人。就一起花一点时间回到那个经历里面，然后跟神来祷告。我要你去看见神就在你所经历的那个情况里面，我要你去看见耶稣他正陪着你走过，我要你去看见耶稣他搭着你的肩膀扶持着你，跟你说不要怕，我在。我要你去看见耶稣他抱着你，抱着那个受伤的你，抱着那个哭泣的你，然后他说着，孩子我都知道。我要你去看见在你受伤的那个情况里面，耶稣他扮演着一个陪伴你的角色，耶稣他扮演着一个带你一起走过的角色，耶稣他扮演着一个完全了解理解接纳你的角色。然后今天让我们一起做出一个的决定，是神我选择饶恕，神我选择把我自己释放出来，神我选择我不再活在这个回忆里面。如果你看到的，我们就一起来祷告，跟神说，神我需要你，神我需要你，神我需要你。你祷告不出来什么的言辞都没有问题，你就只需要跟神说，神我需要你，你就只需要跟神说，神我要你来，你就只需要跟神说，神你看到，神你知道。我们就一起为我们自己来祷告。Amen， 哈利路亚，耶稣，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，来向你献上我们的祷告，来向你献上我们的祈求。主，你成为我们的力量，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一个我觉得再也过不去的事件里面，你让我能够走出来，你让我能够跳出来，你让我能够继续往下走。神，我今天做一个的决定是，我要饶恕这些伤害过我的人，我要饶恕这些在我心里面带来极大伤害的人。神，这是我今天晚上在这里的祷告。神，这是我今天晚上在这里对你的呼求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主，我需要你，主，我需要你。你现在就来，你现在就来动工，你现在就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你现在就来对我们的生命说话，你现在就来与我们同在。 Amen， 耶稣我们需要你，耶稣我们需要你，耶稣我们需要你。你看到，你看到有好多的人他在受伤的里面，你看到有好多的人他过不去的事情，你看到有好多的人他今天做了一个重要的选择，是他要离开，他要饶恕，他要祝福。主，我求你现在就亲自的来对我们说话，就亲自的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。主，你帮助我们，主，你帮助我们，主，我们邀请你参与进来我们的负面情绪，主，我们邀请你参与进来我们所有的伤害里面。主，我邀请你进来，主，我邀请你进来，主，我邀请你进来。
我想要为一些人来祷告。你被别人背叛过的，就是不管是家人、同学，还是朋友，还是你的男女朋友，你被别人背叛过的，然后这个伤痕真的很伤的，伤到你再也没有办法去相信人，伤到你再也没有办法去接受人，去敞开你自己。我想要为你来祷告，今天饶恕人就是把你自己释放出来，把你自己从困住的那个地方里面释放出来。所以如果这个人是你的话，在我们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要请你来到台前，让我们为你来祷告。今天求神翻转我们的生命，今天求神带我们用一个新的眼光去看这个人生的经历，今天求神帮助我们用一个新的眼光去看还有其他的可能性。所以我们一起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来到台前救赎主，是我心的满足，你双手拥抱我，释放我，喜乐爱是我依靠，赐福我敬拜你。 Amen, Amen。 你是我天父的工作，他要来做一次安慰的工作，他要帮助我们离开那个让我们走不过去的事情。 Amen, Amen。 你的爱，你的爱触摸我，你的爱触摸我，你的爱触摸我心。 Amen。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，后面的人，我要你大声的为前面的人来祷告。在前面的人，我们一起祷告，跟神说：神，我今天决定要离开了，神，我今天决定要走出来了，神，我今天决定要饶恕了。我们就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。 Amen, Hallelujah。
来宣告，你是我的天父，是我天父，救赎主，是我心的满足，你双手拥抱我，释放我，你的爱是我依靠，赐福我敬拜你。耶稣，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救赎主，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就爱到底的天父。上帝，你也知道我们所有一切的伤痕，你也知道我们所有一切不晓得该怎么去诉说的感受，你也知道一切所有我们经历过的事情。今天晚上我祷告，你的爱在我们的当中，你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，让我们今天学会用感谢邀请你进来，让我们今天学会用祝福邀请你进来，让我们今天学会用饶恕邀请你进来。主，求你祝福在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，在生命的每一个不同的阶段里面，我们都知道你与我们同在，我们都知道你带我们走过，我们都知道你陪我们走过。上帝，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祷告奉你得胜的名，阿们阿们。给我们的神一个热烈的掌声，阿们。祝福你旁边的人，跟他说，神知道你所有的感受。